好的，接下来是 Pixel Win 和 Time Child。 对， Pixel Win 是用林克，然后 Time Child 是用皮卡丘。嗯，但感觉皮卡丘他打空招特别的优秀。对，空招还有他的还是他的姿势、嗯、还有身体、非常优秀。以前说皮丘是最小的也是最安全，但是后来耳朵没有了。对，皮丘是他的耳朵长大了啊，太过分了，太大了。那按照以前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，因为比较小。嗯，好，那这个就漂亮的空前、哦、好可怕。嗯，刚才是别就是刚才的空前的选择很好、嗯，因为皮卡丘是这个场合是 Link 是重心角色，所以在墙内击下有点难，所以他要想把它扔出去，对，扔出去。但 Pixel Win 也就是找个机会了，然后上 B 很漂亮、哦，对，就是等对方过来了，好，我上 B 你完蛋了。尤其是就是第三条命的那个上 B 击杀、嗯，这个是对那个对方特别好的心理的一个压力。但这个，对对对。但这个上臂也不好处理啊。如果防御的话可以。无所谓了，就对。好、啊，有机会。完蛋了 啊！完蛋了，并不是。对。这个情况。这个就麻烦大了。哦，差一点。对，又是这个。对，这个是林克，是千万不要那么就是容易空交。对、啊。这样的话，他林克防御成功就上臂。尤其是你的攻击特别慢的话，嗯，当然皮卡丘那个也不慢，我觉得。他是刚才是皮卡丘的空 A 的时间比较，嗯，哦，时间问题是吧？对，哎、这个漂亮，因为他的空 A 是落地之后后腰没有，嗯、但是他后腰没有之后输入攻击的话，肯定是。林克的上臂是来得及，对，懂了，他除了盾没有办法了，对，可以，好、哦，这个情况，喂，对，这个可能是需要受伤，漂亮的炸弹 ，OK， 现在，啊，一比零 ，Pixel win， 挺不错的 ，Pixel 现在打的，可以，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啊，不可以零一。你那没关系，一般有关系。我以为他会默认掉，没有没有，不会是吗？对，好，他们选择终点了。好，这个有点 diss。皮卡丘喜欢这儿吗？就你很喜欢。林克还好，无所谓。对，林克是打法问题。比如说我是炸弹特别多的林克的话、哦、可能需要平台、嗯、但是 Pixel 那样的是炸弹和道具都 一起使用的林克的话，其实这个重点对他好、哦、还是好，就是没有障碍物了。对，然后 Pikachu 这个地方是他的击杀能力会提高。哦，懂了，所以尽量一些角色和他打就跳过这种对他优势极高的。对，比如说 Pikachu 是对平台的对手稍微难攻击、嗯、比如说战场那种吗？对，这样的话 Pikachu 是击杀不了。对，但是这个地图的话可以在地面。喂，又是这个。对，这个就是跟林克打的可能差不多。 Time Chill 是可能稍微不太理解林克的上臂的恐怖点。以为是没问题了，但是他好像比艾克那上臂收益还高，很高很高。对，他一般不会用，一般是林克玩家的上臂，熟悉的林克玩家的话，肯定他的上臂是安全的时候才使用。哦，对，所以也就是说你打到我了我才用。是，那这个是跟那个心理战一样，一次需要上臂要读对、嗯、这样的话林克玩家也是稍微上臂没关系减少一点、哦、但现在皮卡丘玩家还没给他不会，对，还没给他压力，所以他可能安全的上、哎、免费无所谓这样子。对，这个、啊、对， 对，他已经知道空 A 之后他肯定啊补币之后、嗯、马上攻击、嗯、所以他用上臂来解决。啊，是读到了。对，读到了。我以为是说他是默认就算到了。没有没有，要劈雷了。
对，皮卡丘的一个对策是肯定是那个时候必须得是补币，完了之后直接、降服反御，降服抓、降服反御可能好一点，这样的话先上币没有成功，然后就林克玩家也是就赢起来。对，刚才是差一点，刚才如果再继续追击就赢了吧。不一定，不一定是吗？他选择是不是这种方向，这种、连招，就是、再跳一次然后打到对方，对我就赢了。对，但是林克玩家知道先等一等皮卡丘的动作之后跳了。原来如此。对，刚才是三十，那也就是像那种就是再赌一下了，如果对方失误就回不来了。哎，个漂亮。哇，好，对，这个失败了就上币，上币还 这个漂亮，然后我没想到，哦，这个场合是稍微注意啊啊，这个铁腿，铁腿，哦，来了，哦，漂亮，但是先 time show， 哦，啊，漂亮，这个真的，啊啊，哎，上币，对，好。漂亮，2-0 Pixel win， 恭喜啊！